扭转乾坤发大财。今年我们的开幕典礼是由我们的舞狮、古镇和大头娃为新的一年敲响最热闹的开场。Thank you.
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演出，请以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的表演。欢迎大家莅临今年2021年牛年的春节活动 ，TCIS 春节庆祝活动正式开始。各位贵宾、老师、同学，大家早！我们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我是张艺兴，我是刘宇豪，我是聂欣怡，我是魏子轩，我是董立晨。祝大家好运连连，牛气冲天，牛年行大运，牛年到，鸿运照。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在新的一年里扭转乾坤。We are honored to be today's MC. We are Cindy, Yuhao, Sydney, Benny, and Aurora. 每逢新年的时候，你肯定听到过《恭喜恭喜》这首歌吧？那当然了，那可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歌呀。哎，你是不是在预示我下一个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？对呀，接下来我们 PK3 的小朋友们将会以唱跳的方式带给大家一段可爱的表演，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。 For our next performance, our PK3 students will be performing 恭喜恭喜。 Please give them a round of applause.谢谢林云金老师和 PK3的学生们带来的演出，请以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的表演。中国新年有很多不同的传统庆祝活动，但是一个比较不知名的庆祝活动是舞蹈。是的，大家想到新年都不会想到舞蹈，但是在新年期间表演舞蹈其实是非常传统的中华文化哦。话不多说，请欢迎7年级的学生上台表演《青花刀马旦》。For our next performance, Grade 7 students will be performing《青花刀马旦》。Please give them a round of applause.勾勒出情花，笔锋浓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。
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裙子上走笔只此各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真在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，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。天真在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如尘世的情话在此故事笑意。精彩表演，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表演。哎，念心怡，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呀？我最喜欢黑色，你呢？我最喜欢红色了，因为红色寓意着来年红红火火，一直以来每到新年我们就到处都能看到红色呢。对呀，每个色彩都有它不同的寓意，
而红色也是新年的主题。那么接下来请让我们有请 PK4 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一首彩虹的歌，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。 For our next performance, our PK4 students will be performing 彩虹的歌。 Please give them a round of applause.谢谢许怡珍以及 PK4 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演出，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感谢他们的表演。刘宇豪，你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哇，无非是吃饭睡觉打东东啦。我说的是过年的时候啦。哦，那当然是拿很多的红包和大家一起吃一顿团圆饭啦。是的呢，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在新的一年里圆圆满满，幸福安康，开开心心过个好年。闲话不多说，接下来请让我们有请九年级、十年级外语班为我们带来的开心过年。 For our next performance, our grade 9 and grade 10 students will be performing 开心过年。 Please give them a round of applause.春风吹到你的家，健康快乐带来啦，小朋友要都听话，学业成绩顶呱呱，情侣今年结婚啦，快快生个胖娃娃，这个世界有多大，最重要过得开心啦，给你一个红包说好话，开心笑哈哈，换上新衣大新帽，新鞋和新袜，时间滴答答带着梦想慢慢发芽，举起手唱啦啦啦啦，每饭又来开心过年，
生活里有苦辣酸甜，人总要学会快乐一点，举起手唱啦啦啦啦，向前走，来开心过年，祝福你天天吃好甜，走过了从前才浓的珍惜每一天。春风吹到你的家，健康快乐带来啦，小朋友要都听话，学业成绩顶呱呱，情侣今年结婚啦，快快生个胖娃娃，这个世界有多大，最重要过得开心啦，给你一个红包说好话，开心笑哈哈，晚上新衣戴新帽，新鞋和新袜，时间滴答答带着梦想慢慢发芽，举起手唱啦啦啦啦，没烦忧来开心过年，生活里有苦辣酸甜，人总要学会快乐一点，举起手唱啦啦啦啦，向前走来开心过年，祝福你天天是好天，走过了从前才懂得珍惜每一天，举起手唱啦啦啦啦，没烦忧来开心过年，生活里有苦辣酸甜，人总要学会快乐一点，举起手唱啦啦啦啦，向前走来开心过年，祝福你天天是好天，走过了从前才懂得珍惜每一天。给你一个红包说好话，开心笑哈哈，换上新衣戴新帽，新鞋和新袜，时间滴答答带着梦想慢慢发芽，举起手唱啦啦啦啦，没烦忧来开心过年，生活里有苦乐酸甜，人总要谢谢洪星云老师和九十年级带来的演出，请以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的表演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哎，怎么突然背唐诗呢？因为唐诗的内容光滑四溢，明了易懂，想必大家都有听过，你也来背一首唐诗来听听吧。好啊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还不错嘛，接下来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一年级学生带来的演出唐诗功夫。 For our next performance, our grade 1 students will be performing 唐诗功夫， Please give them a round of applauseI'm sorry.
静夜思李白。谢谢陈亮光老师、杨维奇老师以及一二年级学生们所带来的精彩表演，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表演。话说，你还记得《稻香》这首歌吗？当然了，那是多么熟悉的歌词与旋律啊！对呀，这首家喻户晓的《稻香》真的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回忆呢。那么接下来六年级外语班将会给我们带来《稻香》的悲诉，请大家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。For our next performance, our grade 6 students will be performing《稻香》. Please give them a round of applause.Thank you.
谢谢张日涵老师和七年级学生们带来的演出，请以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的表演。Benny， 你知道今年最热门的歌是什么吗？当然啦，我最近每天都在听《盲走》这曲歌呢，你也去听听看看吧。哎，你是不是在给我下一个表演的提示呢？答对了。接下来请欢迎我们九十年级的学生们带来的演出《盲种》。For our next performance, students will be performing《盲种》。Please give them a round of applause.学生们带来的精彩演出，请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表演。阿拉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每逢新年都要跳扇子舞吗？当然啦，扇子是几千年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，在中华历史上，扇子不仅象征着美，也象征着友情和爱情。原来扇子对我们华人那么重要啊！听说我们的张一信主持人也要再表演哦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
十一和十二年级的学生上台为我们表演《寄你月》。For our next performance, our grade 11 and 12 students will be performing 寄明月. Please give them a round of applause. 在这里祝各位恭喜恭喜，牛年行大运！